好，各位，接着我们正式来看六祖坛经的经文啊。诗言：大众，世人自色身是尘，眼耳鼻舌是门，外有五门，内有一门。各位现在谈的就是我们的六根啊，就是我们的六根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各位，这个六根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啊。因此上众生呢，就是执着自己的身心呢，所以呢啊，就以六根的角度来说。那为什么从自己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要证明说，对不对？极乐世界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啊，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。他接着讲：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无。各位，这里把心哦跟性哦稍微画一下。这个心哦，在心的旁边写一个字用，在性的旁边写一个字体。诸位，你们在读六祖坛经或是在读禅宗啊，禅宗的典籍或是公案，大家要注意，原则上禅宗本身哦，心跟性哦是不分的，几乎是不分的。就像在六祖坛经里面，有时候它也是不分的，但是有时候它为了方便什么说给你听，有没有？所以它才分啊。所以他跟你讲说呢，心跟性，他说心就像大地，各位，这个地是什么地？就是这一座城的什么的土地啊。所以我们常讲说心地啊。但是呢，对各位，我们有国土，当然应该有个国王嘛，所以讲说呢，对这个自信呢，对不对？就是呢，对这个国土的国王，所以信是王。那以心是用，信是体，各位体用本来哈、哦，各体跟用本来就不可以啊、哦，去把它分开。这个诸位啊。像早上我跟同学讲一个概念，早上同学问我说啊，有一个地方在办那个啊，比如说当人要往生，对啊，怎么处理往生者啊，有这样的研习。那这样的研习，我们如果同学想要去参加，可不可以去参加？我说当然可以啊。对，那个同学又问说，那这个事情就不就近？我说不要这样讲。各位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哈、哦，扫地就不就近？扫地就不就近？诸位，扫地要不要学？要啊，扫掉。啊，对对，擦桌子要不要学？要。然后你家里面的人往生怎么处理，要不要学？啊，这个跟救不究竟有什么？哎，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？各位，救不究竟是在你自己。所以这个这样讲话就是陷阱。各位注意听哦，我们在学很多东西，讲话是陷阱。比如说这个往生者怎么处理，事实上就是一件事，跟说这盆兰花怎么种的，就是一件事啊，它就是一件事。但是各位，但是你要注意看哦，这个事就必然有它的道理啊，
所以谈事事实上就是有理，谈理事实上就是有事。对，所以不需要呢，对不对？好，不需要来去研究它到底是一还是二，或是合合还是不合合，不要这样谈。所以每件事都有它的道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理然后不离开事，所以事也不离开理，所以理事是无碍的。那一样的道理，性不离相，相也不离性，同理可证，体不离用，用不离体。对，对，所以不要再一个两个的问题，它本身就是整体的东西啊。所以以后不要在那边，以后不要在那边去想这个问题。所以很多大家在研究佛法，尤其喜欢读经典的要注意，不要那对注重道理而没有去实践。各实践哦，就是你要做事啦，我讲的太紧啦，对不对？你不做事怎么实践呢？对，那你要做什么事？对不对？随着你的因缘，该做什么就应该去做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那这样才是修行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不是修行。啊，所以诸位，学佛跟佛学是不太一样的。各位，学佛，学佛是要去实践的。对，佛学呢是去研究那些道理的，而两者是不太一样的。啊，所以这里六祖为了解释给我们听，是把心跟性什么分开讲。好，心跟性分开讲，哎，各位，那他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，哈，这里面所讲的，比如说性在王在性去王五哦，诸位，这是六祖大师哦方便为我们讲的，因为自性本来就没有什么来去哈，各位，这个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哦，自性本来就没有来去。那六祖大师为什么这样这样讲呢？他只是要证明一件事情，众生皆有什么佛性，他在要跟你讲这个问题而已啊。众生皆有佛性，对。若众生没有佛性，你对，你为什么能讲话？你为什么能吃饭？是在讲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有的人哦，像一些法义啊。学很深的人，有的人就在批判说六祖坛经，好，或是说，不是在批判说六祖坛经不是六祖讲的，不然就是批判说六祖的慧能程度不高，所以有某些的话讲的什么，啊，像某些的话好像讲的跟世尊不太一样，啊，各位举个例子给你听哦，对不对？你跟一个小孩子讲说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对，我带你去参观动物园。那你说这句话圆不圆满？啊，不圆满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哭什么？有什么好哭的？对不对？你也不可以这样，你安尼个假伊就听无哩。那你各位，那你说怎么教？我告诉你，没有答案，凭你的智慧，看他应该怎么教，你就怎么教。我讲了，你讲师傅，你讲等于什么？等于没有事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教。各位，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教。可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教呢？原则上。看看你自己的脑袋，对不对？
实际上你真的不懂得通权大变，可要有智慧你都要变巧啊，所以我们一般人哈，他比的一波了，这个代表说我们内心啊，对我们内心的方正智慧不高啊，所以呢哈，只用这一招没有用，他就没办法了啊。各位，有的人只会哄他啊，有的人只会骂他啊，有的人更糟糕，只会打他。对啊，有的人这三十招都会，也没有皮条。真的啦，我告诉你，也没有皮条，这三招你都用出来了，他还是，哎，那就代表说啊，你还要再学习啊，所以学无止境嘛，啊，好啊好啦，好啊好嘿，嗯。但是各位，但是你听我这样东讲西讲，你会觉得很困难啊。各位你要注意到，困难跟简单哦是不二。难在哪里？只有一个问题，你不了解他的心。简单简单在哪里？你只要了解他的心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最难跟易，你不要觉得很困难。各位，你没家里了解未？你别说哦，这群人都歹款待的，别这样说。了解他的心啊，各位就好，就好像你在听课啊，有的人喜欢对听感应，啊，有的人喜欢听道理，有的人喜欢听方法，各位真的是不太一样。对啊，有的人只是喜欢吹冷气而已啊，所以接着看啊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坏啊。佛向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。来，后面这两句画起来。所以性在身心存，原则上就是它的因缘条件成熟还存在。性去身心坏，原则上就代表它因缘条件已经什么，已经消失了啊，所以世间才会有成住坏空的意思。对，但是各位你要注意，只要能够形成的东西必然有它的因素跟条件啊。那我们以众生的角度，事实上身心就是五蕴，那五蕴就是身心。对，那你说在五蕴之外还有没有一个东西呢？各位好，写几个字哦，性在身心存，感觉上是不是三个？各位有没有感觉到，你把性画起来，把身画起来，把心画起来，是不是三个？诸位哈，各位，这个就是表达的方式。讲一个，有时候讲一个就好了，自信，或者讲一个心就好了。有时候要讲两个，有时候要讲什么？有时候要讲三个给你听。对。但是你说到底是几个？各位举个例子啊，我们现在社会的日常讲一个名词，说身心灵，这样对不对？实际上身心灵在佛教界有没有这样讲？实际上佛教界是不这样讲，但是有时候为了反正是大家讲习惯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他也不得不动不动就会讲什么身心灵。为什么佛教界不太喜欢这样讲？因为那个灵大家容易把它当成灵魂，就好像在五蕴里面藏一个什么灵魂。对，但是
如果你讲说对，那是灵性。各位我跟你讲哦，你是改个名字，但是问题你到底想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，应该就是。所以这个性是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个性就是空性。什么叫性就是空性呢？各位举个例子哈，啊，比如说你拿一个苹果，各位这个苹果就好像我们的身心，各位注意听哈，这个苹果是不是有果肉有果皮，是不是像你的身体一样，啊，皮包骨嘛，有没有皮包肉？但是这个苹果有没有香味？香味是有形有相还是无形无相？你的感觉是有形有相还是无形无相？妙不妙？啊，但是苹果把它对不对分析下去，苹果里面有没有藏一个东西？有没有藏个东西？没有，那叫空性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样你能懂吗？但是很多人的概念都认为苹果里面藏一个主人，然后那个人在操纵苹果。各位，你们很多人的概念是这种概念，还没共同上健康啊！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知道也是，对不对？啊，苹果之所以长成一个苹果，不是苹果里面有一个灵魂，或者苹果里面有一个东西，而是因缘条件形成什么苹果。我们五蕴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性身跟心，就换成另外一个佛学名词，就叫做体相用，有没有？就叫体相用，就叫做三大啊，体相用。那各位，那你注意看啊，对。佛向性中坐，莫向身外求。诸位，我们今天要有智慧，就是要去悟，对，要去悟到那个佛性。各位，那个佛性是什么？那个佛性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的概念。你说什么都不对，所以叫做。所以叫做说是一物即不众，有没有？你用任何名词来形容它都是不恰当的，坦白跟你讲不恰当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佛，不可以把佛性当成一个东西。如果一个东西是让你那一个东西就跟灵魂是一样的啦，我坦白跟你讲，你的潜意识实际上就是灵魂啦，对，灵魂还是一个东西啦，对。所以佛性你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它是不恰当的。那既然是不恰当的，那为什么要叫我们去领悟佛性呢？对，因为你领悟了，你才不会执着。执着什么？执着一个我啦，简单这么讲，执着一个我啦。各位，先有自尊心还是先有我？对啊，若没有我，哪来的创造自尊心的概念？所以上节课不是讲过吗？对不对？活着为了尊严，什么叫做尊严？对，尊严就是你那个我创造的概念，叫做尊严啊，不然那个尊严是什么？对，所以要叫你去悟那个东西，你才能够，各位，真正的自在，这样才能自在，不然哪来的自在啊？对。但是你不明白这个概念，对，你还想到身外去求。各位，求别人为我们灌顶，求别人对啊，赐给我们智慧啊，或是求什么？各位，你要求什么？啊，你要自己去悟啊，就这个意思。自信你即是众生，自信觉即是佛。
啊，这句话也画起来。各位，这句话就是顿悟了。禅宗所讲的顿悟，就是讲的就是迷悟之间，一念之间而已啊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佛是什么？对，各位，佛是觉悟的人。佛是什么？佛是明白的人啊，佛是明理的人，明白了一切都好说啊。各位，好说就自在了，对。所以好说就是说，哎，你怎么说，哎，你怎么赞叹他、毁谤他，他都无碍了，啊，因为他明白了，啊，嗯。各位，接下来六祖就要讲，啊，各位，接下来六祖就要讲，为什么六祖现在讲这些话呢？各位大家应该有个概念哦，在这一品的前面，六祖大师讲说，众生就是因为呢，对不对？心中有什么？有点点水是在困的哦，因为心中有什么？你马上就黑的，因为心中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十什么？十二跟什么？八邪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我们心中有十二跟八邪，那你们跟这张讲义的哪一句话连起来？我们心中有邪恶跟哪句话都连起来？众生罪故，对，所以你唐公啊六祖很慢疑，但他讲的跟佛所讲的，你再连连看。只是六祖用比较白话的方式什么，他讲给我们听而已的，哎，那所以他现在重点就在讲这个问题，啊，讲说你心中应该怎么变而已啊，啊，应该怎么变？那各位接下来就讲说呢，对，慈悲即是观音。其舍名为四字，能尽即为四家，平子即弥陀。各位，这四句话你一听你就懂。好，各位，这四句话你一听你就懂。那各位，你家供奉观世音菩萨的，请举手。那你是观世音菩萨的，请举手。每个人哦，每个人遇到困难，才会呢，对不对？求观世音菩萨。对，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观世音菩萨，我从小时候就念你到老，为什么都没有看过你呢？那各位，那现在一样套那个模式，你们想不想看观世音菩萨？你说我想，那想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心中，你回家。对，你照镜子，你照镜子之前，你的心化为慈悲，你一照镜子，你就看到观世音菩萨，你不就是就看到了吗？你说不是这尊是我，你是观世音菩萨，其实你说这样吼，无标准，为什么无标准？不然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？你敢不敢看过观世音菩萨？你都唔捌看过诶，你所以你来查这个经，唔是观世音菩萨。各位，所以原则上是让你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，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尊也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按理说，
啊、哪一个是真品，哪一个对不对 是谎冒的，你也不知道吗？但是那你说那那些刻神像的都乱刻，对，你这样讲也不对啊，是你自己乱来，不是人家乱刻。他怎么刻，他就是告诉你要慈悲，只要是慈悲的人就叫做什么观世音菩萨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一天到晚一直在想说，对不对？得头毛头毛拔起来，然后穿一件白白，这也七月时啊，对啊，你，各位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概念到一个意象化，所谓意象化就是说它是什么样子。各位，那有说他是什么样子？对，你说什么样子，那是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愚昧，你才认为他是什么样子。各位没有说什么样子。那你说，那师我是观世音菩萨，那现今有没有人观世音菩萨？只要有人大慈大悲，我就是观说他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比如说正言法师啦、啊、德雷莎修女啦、啊、对不对？各位我们可以看得到嘛，所以他不是观世音菩萨，那他是谁？对，我有一天呢在走路，突然对突然遇到一位菩萨，那菩萨就跟我讲说，请教一下，你是不是出家人？我说应该是，应该是。我说应该是啦、啊。对，他就跟我讲说，为什么你们出家人说美国人那位水之眼，美国人以后会下地狱？为什么你出家人这么讲呢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可不可以重新讲一遍？我说这句话是出家人讲给你听的吗？还是你听别人讲的？他说对，啊，我听你们一个学佛的说他师父这样讲的。我说第一可能是他断章取义，他误会他师父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原则上，那个师父为什么不讲说徽州人会下地狱？为什么要讲美国人会下地狱？为什么？所以问题不是徽州的美国人的问题嘛？他可能在讲说，人不要随便浪费什么水资源，就是让随便浪费的人以后呢的果报会不好了。他可能是在讲这个，这样对不对？他说应该这样比较正确。我说对嘛？啊，对，我说对嘛？然后他说他问我一个问题。为什么你们出家人对早上在念经，晚上还在喝酒吃肉？我就问他说，你说啊，我还是一样，你可不可以讲一遍？他说为什么有人哈、啊？他刚才讲出家，现在讲为什么有人吃素，然后早上还在念经，为什么晚上还在喝酒吃肉？我说吃素还有早上在念经的人，不一定是什么出家人，好、哦，他们有可能是在家人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你要讲清楚一点，好、哦，对，这个可能是每个人个人的什么修为的问题。那你们活下去有这样的败类，应该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他说我是基督徒。那、啊、我说你们教友当中有没有人也品性不良？他说也是有啊。那我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说应该怎么办？他说对啊，应该怎么办？对啊，他就问我说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很简单，你有能力就教化他们，你没有能力你就远离他们。我讲这样有实在吗？你说有，有实在，有实在。所以我在跟你讲说，其实
现在不是基督教佛教的问题，宗教本身没有问题，是那个人有问题，你说对不对？他说对。所以我就跟你讲说，所以以后你讲到佛教不要那么激动哦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他问我问你，问完了最后一个问题问你，我说什么？他说我们基督教的宗旨是说到最后每个人都回归上帝的身边，那你们佛教的宗旨是什么呢？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就问他说你快乐吗？他说我不快乐。我说我们佛教的宗旨就是教你怎么快乐。他说对，他说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基督教某些的概念有一样。我说对嘛，对不对？圣母玛利亚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就是圣母玛利亚，所以呢，对，我们每个人只要是慈悲，对人，自然就会很快乐。但是我们人只要是有怨恨，对的，心中就不会快乐。你的问题就是在这里，你说对不对？他说对。他说还有遇到你之前，我本来要写信去问星云大师、正莲法师，我讲恁问到迄两位啦，问我就好啊。所以各位，别人对，所以别人他没有学佛，他有，对，他有误会，我们不会怪他。但是我们自己在学佛，我们自己到底在学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自己就要检讨。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你只会想到说，当你有困难，你才会念观世音菩萨？为什么你不觉得说观世音菩萨的手很酸？为什么手很酸？因为到处要去救人嘛，所以你要救人嘛，众生的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说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？我说千手千眼，对，还是有限的，对。所以你要多伸出几只手嘛，你多伸出一只手，观世音菩萨就一千零一只手。对，你说你多睁开一个慧眼，对，那观世音菩萨不是多睁一个眼？你为什么不帮观世音菩萨去救人，然后只想到自己有苦的时候才求观世音菩萨救你？各位，你们学佛很多人，你们的内心世界都跟你们的感觉，你熟悉的东西都是在求观世音菩萨救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想到这里，你是应该惭愧。各位，各位，我们不可以只是这样求别人救我们嘛，对不对？而是我们应该去效法他。各位，学佛就是效法他嘛。所以各位，所以呢，对不对？你要懂得慈悲，那你就是观音。那当然以慈悲的角度，对，慈就是给别人快乐，悲就是拔除别人的痛苦。所以我说这两个字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对。我们大部分的人，对，既没有办法给别人快乐，然后也增加别人的痛苦。可我们大部分的人真的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诸位，从这里调整吧。继续讲说，喜舍名为四字啊。各位，为什么这里要讲观音跟四字？因为最主要是要介绍什么？西方什么三圣啊，所以才这样讲。那各位，喜舍，各位照理来讲哦，慈悲比较困难，喜舍比较什么？比较简单。但是你说它简单，很困难。为什么很困难？因为你做不到。可是这四个字我认为最简单的是喜，慈悲喜舍，这个喜我认为最简单。喜就是随喜。各位，别人哦，对，只要那对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们都应该赞叹他，我们不应该嫉妒，我们不可以嫉妒。
我们一点嫉妒心都不可以有。各位，你看，懂得随喜的人，他不会有嫉妒；有嫉妒的人就不会随喜。你要注意这个概念。所以你这个字吼、哦，是小简单的，啊，干就大家怕破案嘛，都唔争唔管，啊，对。所以各位给他鼓励一下，赞叹一下，对，你这样做不到。你不要讲说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含蓄，这个不是含蓄，这叫做吝啬，对不对？吝于对吝于给别人掌声，对，因为你怕给别人太多的掌声，对不对？你就失去了自我，你不能被看。所以我说我们潜意识就是很复杂啊，我们有时候来攻击别人，然后来凸显自己，真的是很复杂啊。各位真的不要这个样子，嗯。那这个舍就比较困难，各位，这个舍就是不执着，好啊，这个舍真的就啊境界就高了，坦白讲了啊，境界就高。如果你能够惜舍，那你就是大势至菩萨了。能尽即释迦，可是这里为什么讲到释迦牟尼佛？可是大家注意啊、哦，假设你家有供奉西方三圣，对，照理来讲，前面应该在供奉一尊什么？释迦牟尼佛。对，因为西方三圣。是透过释迦牟尼佛你才什么你才知道的，是释迦牟尼佛推荐的啊。他说你不要过河拆桥，人家帮你推荐有没有好看你的白草鱼啊。各位知道尊师重道啊，就像你的老师跟你讲说推荐说哎呀对不对啊，剑桥大学多好啊啊，那我鼓励你你去那边啊，但是你去那边留学，他还是你的恩师嘛，对不对？他还是你的老师，所以，啊，所以不要忘了你的老师。那各位，那释迦的意思，事实上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啊，那诸位，所以你能清净，你就像你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而不是去那里找一位释迦牟尼佛，啊。每个人都可以叫释迦牟尼佛，可以的，各位要记住这个概念。有没有版权？没有，佛法是没有版权的。各位告诉你啊，佛法是没有版权的。啊，所以你们在印佛经，不要版权所有，对，你们什么版权？对，那是诸我菩萨的版权，那起来是，对，还去抢人家版权，那不是很好笑啊？瓶子及弥陀，各位，这个瓶子这两个字，就是心瓶行止，这两个字我们下午会解释，因为讲无相颂的时候，这两个字第一句话就会讲这两个字。对，心品何劳持戒，行止何用修禅，有没有？事实上平止就是在讲这两句，所以这两句我们下午了吗？我们下午来解释啊。各位，平止的意思简单这么讲，就是内心跟外在，对，言行如一啊，言行如一，那就是瓶子是弥陀，是阿弥陀。那各位，这是善的，也就是说你的内心能够转成善的。那诸位，不要说你想求西方三圣来接引你啦，你为什么本身不要变成自己是西方三圣呢？啊，就好像我跟各位所讲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求观世音菩萨救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要变成观世音呢？啊，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。然后后面就是因为众生的心啊是有邪恶的，
啊，如果说你一念转回来，那你就邪恶。人我是虚拟，各位，你在人我当中写慢，共高我慢的慢，虚拟啊，就是虚弥山。对，事实上虚弥山以现今的世界来讲，就是喜马拉雅山啊，讲起来就是喜马拉雅山。各位，为什么人我是虚拟呢？讲各简单上来讲，我们有我的概念，只要是有我的概念，我们就会傲慢。各位，你看哦，世界以什么为中心？以我，你看傲不傲慢？傲慢啊！所以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，教育班长都会讲说，中央我对为主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一样啊，我们都以我们为主，然后来看这个世界，所以很多东西你看不清楚。为什么你看不清楚？因为你的我慢我见没有处，所以你看不清楚，不客观。然后呢，对不对？也不理智。邪心是海水，就是邪见。各位，水能载舟，亦能什么覆舟？就在讲这个概念。各位，诸位，有没有人很喜欢大海？有。那有没有人很讨厌大海？有。如果他家里面的人，对，曾经葬身在大海，他是不是对海就有偏见？海就是海嘛，山就是山嘛，有没有？无辜嘛，那我们就是无辜啊。各位，那是你起的邪见。烦恼是波浪。各位，为什么用烦恼来起波浪呢？各位，这个海水哈，本来是风平的嘛，浪静，但是你现在风吹浪起，各位，烦恼，你的内心哦，就是动荡不安，所以你一烦恼呢，就像汹涌的海浪一样，一波接着一波，潮起潮落，潮起潮落。诸位，我们现在的内心的烦恼就是像海浪，没有终止。对，除非你觉悟，不然呢，对不对？这个波浪不会止息。毒害是恶龙。各位，对人性的角度哦，没有错，是让人之初性本善。各位，儒家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，其实他这个善跟佛性所讲的善，我们可以讲一样，也可以讲不一样。如果我们讲一样，那个就是佛性。那如果我们讲不一样，那就是对人性的鼓励。好，各位，大家听懂我在讲的意思啊？啊，如果他讲一样，就是在讲佛性，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，所以叫做人之初啊，所以那叫初心。其实初心都是纯善的。对，之所以对人性的鼓励，是因为人性呢有光明面，也有什么黑暗面，所以人只要愿意改变，有没有啊？他还是有机会的。那各位，那人为什么要去害人呢？其实啊，我们归根究底，跟你结论一句话：人真的不想害人。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，是因为你们瞧不起我，
我才自甘堕落，是因为你们伤害我，所以我才自甘堕落，是因为你们唾弃我，我才自甘堕落。各位，这就是人的误会。我坦白跟你讲，真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自甘堕落。我坦白跟你讲，一定有某些的因素，让他根本没有机会爬起来。所以各位，所以当你在骂某些人的时候，你应该很深很深的去观察，你不要再触动他自甘堕落的什么的重力，你不要讲某些话、某些态度或是脸色，然后让他有这种感觉，你不要触动他。他真的是不得已，但是由于呢这些条件的形成，就会让他更自甘堕落。那他为什么真的不想去害人？但他明明就在害人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他在保护他自己，所以他要害人。各位，你或许还不能够深深去体悟。各位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世间人在追求两个字，名跟什么？跟利。对，各位，你们觉得名利不该追求吗？还是你们觉得说追求名利的人，对不对，很粗俗呢？各位不要这样讲，尤其你们学佛之后，你们更容易患这个毛病，你们更容易轻视别人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们学完佛之后是更容易悲悯别人，而不是更容易什么轻视别人。对，意思就觉得说对他们庸俗。不要这样讲，各位，他们要名跟利有什么不对？我分析给你听。可是为你们会不会讲一句话，假劳对安暖？你们会不会讲这一句话？你们这一句话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假劳悲安暖，这一句话的内心世界在想什么？你们的内心世界就是没有安全感了。那为什么他要立？他为什么要那么浅？你以为对不对？你以为他是钱凶钱少吗？各位，因为他没有钱，他没有安全感。坦白跟你讲，这样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真的这么喜欢爱钱吗？还是因为各位你需要有安全感？不是你真的爱钱，是你的内少缺少安全感，所以你要有钱你才会有安全感，这样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去真的静下来去分析人性的内心世界？对，所以他不要说有钱，他要赚钱，你就觉得他四块，你就觉得说他无药可救，你不要这样讲，对。所以你不了解众生，所以你只会跟他产生更深的敌对而已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帮助他，因为你不明白他内心真正的世界，你要比他更了解他自己，你就有能力帮助别人。你不了解他，你就没有能力帮助他，或是你跟他了解的认知是一样的，你帮助他也是有限。各位，你看，所以因为他没有安全感，他有错吗？他没有错，他有什么错？所以你能够认清楚，那你说四块，我还听过这样的话嘞。你哪天出街吼，你嘛就爱呐，爱存一笔的，啊无出街玩呐，各位，连我们出家人这样的话我都常常听到嘞，那对不对？你看连出家人都爱捡一笔啊，捡一笔送啦，谢谢你先哦。
对啊，哎，无用欺负，无用赶出来安尼啊。各位，那个就是他的内心世界。啊，所以他求名是因为嘛？他求利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。那再来，他求名有错吗？诸位，对，我们今天谁不求名？你说没有师，我又不进行，我又不怎么样？求名的意思是什么？比如说我骂你就不高兴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老没有给你面子，对不对？你的名声声望已经受损了，你在我的内心世界我已经不肯定你的，憋气吧，很气。各位，名是什么？名就是他活在世间的价值。名就是他活着的价值。假设他不被家人肯定，亲人肯定，他最要好，他最爱的人肯定，那他活着做什么？所以为什么他抓的这个名，他的情是要个名，那个就是他的价值感。他是为这个活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古人讲说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对，当然这个是不开悟嘛。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不开悟，在公司中为，但是可以呈现出有没有，对不对？那种容易重于生命嘛。我们常讲说，容易重于生命，自由胜过于生命，有没有？各位，容易就是一个人的清白嘛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嘛。所以有的人常常啊，对，会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那个就是你。那诸位，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两个字背后人类内心世界很深的动机，你才能够看到所有众生的内心世界。所以不要动不动，对，然后去轻视别人，去怪罪别人，不是。而是你有能力把他这个观念当中去破除吗？你有能力吗？你要讲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才能够呢，对，对这个名利淡薄。啊，你说名跟利不好吗？对，现在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是谁？信念度最高的是谁？是不是？是对，是不是正明法师？对，爱言道明。对，啊，你讲一点嘛？对，你不敢不答应你。所以有时候，所以你要注意哈，有的东西哦，不是说哈，这个东西我才不要，故意说不要就是执着。一说要就是执着，而不是说我有这个东西你就说我执着，你这样讲不对。故意要不要都是执着。人家正言法师现在对不对？求名当求万事名，积利当计天下利，对，他比正言法师更有名的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不然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在唱诵他的名号？对，诸佛菩萨知名度不是很高吗？所以对，所以我们能够了解众生的心，我们能释怀，我们也能帮他。你只要不了解，各位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你越学越偏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偏差了，哦，你不知道你偏差了，好，我现在也偏五分钟了，现在是偏五，好，我们直接下课用餐，好。